的回忆，还有什么话值得提起？只从那一天你突然疏远了我，而你解不了我心中的感受。是我真情亏待了你，难道你真的不再离弃？在我的心中有着无比希望，你始终用那冷漠态度对待我。我觉得问心无愧，为什么还要黯然掉泪？以往的日记里，我一切都是顺从你，万人的痛苦我默默的容忍，到头来却是无言无故说分手。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要如此的疏远我？我想要知道你给我一个真切回答。是什么理由？是什么理由你又给我一道一个没有理由的理由？什么值得回忆？还有什么话值得提起？自从那一天你突然疏远了我，而你解不了我心中的感受。是我真情亏待了你，难道你真的不再离弃？在我的心中有着无比希望，你心中用了冷漠态度对待我。我觉得问心无愧，为什么还要黯然掉泪？遗忘的日记里，我一切都是顺从你，万人的痛苦我默默的容忍，到头来却是无言无故说分手。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要如此的疏远我？我想要知道你给我一个真切回答。是什么理由？是什么理由？你又给我一道一个没有理由的。